我要在你眼皮子底下开溜了。天君，嗯，嘿，神君，你说说，我们这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你就别为难曼曼了嘛。你若是在这帮放浪形骸，休怪本君对你不客气。哎，就是因为你总是这样对人家那么不客气。闭嘴！你，本君不想再看见你。飞驰，带清葵公主去雷霆寺受刑。我不去，我没错。你还不认错？飞驰，告诉他，他到底犯了何等罪过？戕害神兽，毁坏仙境，私逃下界，与兽族结党，数罪并罚，当受五道天雷之刑。我不过就是堕果腹出门探亲而已，至于的吗？你们天界娶来的天妃就是娶来当囚犯的呀？你什么你要干嘛？你等着。神君呢？神君给我们做主！神君！神君千余年来一直心境清明，如今竟因清葵公主一日内两度用割离心念之法，情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妄动嗔念是本君之过呀。能让神君坚如磐石的心神动摇至此，清葵公主还真是神君的命定之人呢。你是在嘲笑本君吗？看来神君确实小气了。神君接下来作何打算？总不能真的将清葵公主送去雷霆司吧？这煞有空心，严苛又教条，真不知道要如何处置我。本公主可不能坐以待毙，幸亏狄兰诀教过我一些基础的法术。神君，清葵公主。被我定住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要在你眼皮子底下开溜了。这定住了，怎么还能动呢？本君千年修为，怎么可能被区区小法术困住？不是，你这什么东西啊？此乃红光宝晶，你若行止规范，他便无碍，否则怎么样？哎呦痛！公主已经体会到了吧？少点空心，你是天神！既然公主已经知道了他的威力，那以后还是安分些。阿莫，带清葵公主回到天花院去。是。少点空心，你。行。